这边北营将军呢、啊，过那个十字路口往北边有正德佛塔呢。这条民族路走到底了，到长荣路呢。长荣路的这个十字路口的左边，左前方可以看到佛光山的心灵讲堂呢。十字路口的东边哦，有普现金色呢。中台禅寺那个婚宴的普现金色呢。